科学魔术呢，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其实小时候，尤其今天Leo哥来到现场，对不对？看过很多那种不管是鬼怪片啊，或者是那种道长啊、一眉道人啊，对不对？有很多那种神坛法术，对不对？比如什么隔空取药啊、撒豆成兵啊、搬请六丁六甲、五鬼搬运等等之类的，那种符还会往前飞出去，瞬间移动般的感觉。好可怕！Leo哥有没有看过这种东西？我觉得小时候好像那个乡下的地方，比如说感冒或者惊到，对，啊，就是那个会用那个符令嘛，对，然后烧一烧化成水，喝符水喝下去，喝下去，对，感冒就好了。哎，有的人就真的好了，所以我们一直半信半疑，有的人说怎么可能，但有的人就真的好了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你有没有比如说喉咙痛啊，然后就看感冒？小时候真的会这样，小时候乡下在乡下长大嘛，然后阿嬷都会带我们去点心啊或者什么，他的符啊画画，他的灵魂。然后英文就好了，这样。还有撒一点点香灰吗？那个。后面三位女生也有这种经验吗？我有哎。啊，你有？就是你跟Leo哥连岁数差那么多，你也有？哎，好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是。就是有一次我小时候发烧，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收金，然后那个人就帮我这样画一画之后，然后他就说我长大以后会变女强人什么的，然后之后我病就好了。我有看过那种腹部痛，痛了一个多月，然后都没有好，不是我啦，就朋友，然后就带去那个也是神坛法术，然后就做法之后，腹部就不痛了，看完就不痛了。我有一个。有一次真的亲眼看到一个算命的老师，然后他学那个茅山道术，是，然后有一个他的客户啊，去愁眉苦脸，就是说他的女儿离家出走了，然后已经不见很久了，也不知道在哪个方位，找不到了。结果那个老师就是说叫他带他女儿的这个贴身衣物，然后去，然后当场就做法。谢，做法，然后就开始查出他在哪里，然后说他讲台语啦，他说我这个吹了哈，我这个吹了，以三天的回来，真的结果真的三天回来，但重点哦，人回来心没回来，因为再过没多久又走。所以真的大家蛮常遇到这样的状况，大家都半信半疑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祭改是民间最常见的法术之一，从医病到未知命运，甚至是抵抗灾厄，种种包罗万象的难解谜题都获得解答。但是花钱真能消灾吗？在当冤大头之前，我们要先打破你对神坛算命的迷思。喝一口，这是要请尝，这是刚刚那只骑士的圣水，然后他接了这个水去，要先看一下身体的精神状况，所以你要把水喝下去。他在嘴巴里默念三秒，想一下想要问的事情，再吐出来。原本透明清澈的水质却明显变色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晦气吗？帮我在纸上写下你的名字、男朋友的名字、生辰八字跟红包的。刚刚的神奇法术是否让你感到莫名熟悉？而接下来又会出现什么不可思议的现象？竟然自己烧起来了，这真的是法术吗？水变色自然现象，甚至在纸上烧出特定形状，这些法术究竟是真是假？日升大师带我们探索这个神坛法术，大家都很好奇，也半信半疑啊。所以呢，大家刚刚有看到 VCR， 其中一个是神棍会叫你喝一口水，然后再吐出来，对，变黑色，对，这很神奇，对。里面的毒或晦对晦气对，哎，你常去做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女生很容易。之前新闻也有报啊，就是
他拿一颗鸡蛋在你身上一个，有没有？然后敲下去，淤青吸进去，对，敲下去，打开就是黑色的。媒体曾报道，不孝导游以鸭蛋壳排毒，推出蛋鸟旅行团，遭专家踢爆视为魔术手法。观众朋友可要张大眼睛，才能换得聪明惬意的旅行哦。对，其实我要跟各位讲一下，这个其实就是神棍惯用的伎俩。今天我要跟各位讲到底怎么做的。是，好，首先这里有一瓶水。它是真的水没有错，嗯，但是这个，哦，这个是在食材行买的，叫做黑色的食用色素，黑色的食用色素，对，你常常要吃东西，如果是黑色，它用这个去染是可以吃的，嗯，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？首先，他会拿出一张薄的卫生纸，嗯，好，这个神棍在你来之前，他都会先准备好哦，对，打开。把这个食用色素倒一些在这个卫生纸上面，好，我示范一次。其实基本上不用很多，一点点就好。哦，好，像这样。点吗？对，它现在可能太多了啦，但你知道，只要我们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哦，这食用色素是有点咖啡色。对。好，看到在这里哦，然后我们把它包起来，像这样。卷起来。对，这颗球就是我们的秘密。接下来把剩下的拔掉，用不到了。好，你看这个球其实已经变很小了。对。而且这个粉末状的东西下，我已经完全包起来了。所以神棍呢，他们会把这种东西呢，先藏在手里面。哦。那因为很小嘛，所以你根本不会去注意到。对对。好，开始来喽。施法过程是这样。啊，假设延安来，找我算命。好，这里有瓶水，来，请你喝一口，但请你哈。集中注意力，放轻松，喝一口水。好，是干净的水。对，干净的水。想一下，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啊？要吞下去吗？啊，不要吞下去，含着就好哦，一口就行。对，好。这个时候，神棍会把水拿回来，因为你先喝过，大家就不会有警戒心。对，就这是真的水。对。接下来，他的手就在这个位置，还要仔细看哦。靠过去，握住瓶子的边缘，像这样。压着，嗯，好，这时候延安他当然在这样含着嘛，所以他不会注意到我手在干嘛，所以接下来，请你吐回来。好，吐回来这个瞬间呢，我把这个球丢下去。好，这时候我只要快速的摇晃一下，仔细看。我天哪！啊，那卫生纸其实卫生纸也看不太到了。对，卫生纸完全看不到，而且其实有，他还觉得说你身上有东西被吐出来。瞬间变黑色，所以他拿着杯子在你身上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，那你会吓到，因为你自己吐出来了。这个的确是变黑的。这一招用意是什么？先让你相信这个神棍是有神通，他先取信于你。所以等一下我不管讲什么，你都会信。嗯。所以这个就是嘴巴吐出晦气的神棍机密。就是一些也是手法这样子哦，是食用色素啊。可是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多人会被亲眼看到会吓到。对啊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传统把晦气吐出来。嗯，还有呢，还有呢。好，第一步我先取信于你了，先让你证明你真的自己最近状况不好。因为其实通常会来找这种神棍的，第一个你可能最近低潮，对，你十之八九都是最近有问题。对，要么就是跟老公啊，不然就是事业不顺。对，其实基本上你来就想要有一个心灵的慰藉。没错。所以第一个，我先让你找到慰藉，相信这是真的。有一点相信的，大概10%到20%了。有一点相信哦。所以接下来，各位刚才看到 VCR 中这个神棍拿着纸钱，对，自己烧起来，对，非常神奇。怎么做的？天哪！玻璃碗。嗯。其实这些神棍呢，他们利用的是化学的药剂，用这两个东西就可以了。分别是第一个呢是甘油，甘油，这是甘油，很简单，对，做肥皂的。这个呢是过锰酸钾，过锰酸钾，嗯，好，但这个燃点很低，很容易爆炸，所以要小心。好，所以我们在玩之前哦，一样，好，我们挖一匙出来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神棍他们对于这些化学其实要相当了解。所以这个理化老师对都可以去当神棍。不是，理化老师都可以来讲解破解他们这些。也可以说理化老师不怕没工作。对，神棍可以去破解。对。
好，那我们一样看刚刚很像，我们把过锰酸钾挖了一次在这里。过锰酸钾。好，然后一样把它包起来。好，包完之后呢，这个东西一定要藏起来。嗯。好，那我们先放在旁边这个地方。小馄饨。甘油倒一点在这个碗里面。好，像这样。所以它是透明的，所以你乍看看不出来里面是有液体的。有时候可能碗没洗干净也可以解释啊，对不对？就一点水在里面，没有擦干。好了，这个是红包纸，假装是符咒。对，假设是符咒。好，拿起来，这样。好，来，请你拿着它。好，我给你检查的同时间，还记得吗？这一包的东西，我偷偷的放在这个纸的后面，这样。哦。对，或者好的检查哦，这个是符纸，跟你收集一下哦，坏东西全部帮你驱魔，还蛮熟练的哦。唱片大卖，唱片大卖，唱片大卖，唱片大卖。对，好，我做一些这种动作去转移你的注意力，不会看到你手上的啦。对，不会看到我手上的。重点来喽，仔细看，等一下我只要把这一个放到碗里面，是经过5到10秒，它就会开始产生烟雾，速度非常快，请各位呢眼睛千万不要眨。好，仔细看，我把它放进来，让这卫生纸碰到里面的甘油，像这样子压进去。好，来，你看，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施法了，再来，突然哦，哎呀，烧起来了，啊，底部拍得到火，你发现了吗？它是玩玩的的确确的烧了起来了，这样味道不太好，真的就是那种没有，这就是那个火在烧纸的味道，对，就真的是那个味道。所以他们通常会讲什么东西？会说什么哦？那个符咒这样把你的晦气这样拿到这里，然后烧起来。对，那你会吓到吗？因为你一般人对于化学知识并不了解。对，你看到这个出来，他又感觉是一个有神机的人。对，那你就是相信了。只是一个物理或化学变化。对，女生看的会，这时候会相信吗？我会掏钱哎。你会掏钱？都还没有讲多少钱就掏钱？我说出吗？在这里啊。你看，你发现有人要掏钱。对啊。其实这些神棍利用了一个心理学中一个名词，叫做受害者心理。哦，什么样受害者心理？怎么说？因为其实我们会知道这个东西好像有问题，对，好像有鬼，但是我们会自我暗示、催眠自己。哎，这个应该我应该没有那么笨，我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受骗啦。对。我再看一下好了。这时候你已经挖了一个坑，自己跳进去了。对。再为各位示范一个。示范一个。好，但是我想要跟利友哥互动一下。好。那他要来到这里吗？利友哥，在这个位置就行。哦，在这里。好，先坐。这里有一张红纸。对。好，请利友哥拿着它。会烧起来。接下来这个是签字笔。利友哥，先看着我眼睛，我想要请你在26个英文字母里面，先想着一个英文字母，先想着就好，非常印象鲜明的在大脑里呈现，想到了吗？想到了。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在你说出来之前，现场的任何一个人，有没有可能知道你想的是什么字母？应该不可能吧？不可能。你有跟其他人说过吗？没有，都没有。等一下我会转过去。好。请安乔，两只手借我一下，像这样。等一下，捂住我的眼睛。对，我捂的同时呢，就可以请利友哥在这个红纸上面写下，大大写下来这个英文字母是多少。写完之后，你把它揉成一颗球，握在手上。好，再叫我转过来，好吗？好，开始。确定他没看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捂得非常紧。我旁边也在加强一下。好。好，揉起来。揉起来了。揉起来了吗？好，我现在要传过来喽。好。好。所以现场只有我不知道，你写的这个字母是多少。接下来需要是火柴。请你把你的纸球丢进来这个里面。你也很紧了吗？完全看不到。这从外观是看不到的。对。可以这么讲。火柴。我把呢，你刚刚写字的这张纸球完全烧掉。
就只有一张哦，对，就只有一张哦，对，就。红柳大哥说他也忘了。这个同时呢，其实化成灰我都记得。好，化成灰。专心想着你刚才写的这个字母。嗯。专心的想，他慢慢化成灰烬了。看着这个灰烬的地方会慢慢的。来喽。一友哥，我手在这里，握着我的手，握着。仔细看。专心想着你写的英文字，我把这个烟灰拿起来。不会烫哦？不会烫吧？真的不会烫吗？日升，不用这样子，日升，一定是有神力。哇！很烫哎！发现了。上面呢？出现了一些迹象，真的哎，好神奇哦！先看一下，第六个，你刚才写的字母是多少？我公布了吗？对，可以公布了，可以公布。J J，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？有一个字哎 ，J 的图形，这个甲乙丙丁的丁嘛？对啊，对，所以是错的吗？是 J 哎。好，这个字母是你自己想的，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写下来，但是我利用这个方法来显像出你选到的英文字母。在这里是要跟各位说，神棍会利用的方式，其实魔术师也做得到，但请各位保持一个正面的观念，对客观的观念，魔术师做得到并不代表他有神通，真的耶。而且重点是真的，吓到你，被吓到了，真的啊，对啊，你都没套好，然后我就真的就写，而且这个烧的这样的灰，然后你就拿起来抹，你为了我们节目也是蛮牺牲的哈，对，所以我觉得真的，这个节目一定要好好的哈，发扬光大，对，让魔术师有出路，要不然像他们去当神棍还得了？对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那些神棍都没饭吃了，我跟你讲。可是我觉得要呼吁大家去看这些，就是要讲像日升讲的很。正面的心态，对不 对, 對？就是因为女生支持的，女性同胞都是。哎呦，像女生也有男生很相信的，对对对。但是比例来讲，像女生哈比较，女生比较脆弱。对，不过也有可能就像讲的，就是说女生脆弱，感情遇到不顺遂、不如意的时候，去那里你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。对，他叫你做什么，他如果跟你说哦，你只要花了这个5000买了什么这个符，你就可以怎么样，你真的会半信半疑相信啊？对啊。是，所以大家还是要。赶快这个走出这些低潮，不要在低潮的时候用很负面的心情，然后再去遇到这些江湖术士，那就真的很危险了。我们再度谢谢陈医生。